大魔术师肖恩·法克曾经三次参加过魔术联盟举办的世界魔术顶级赛事——世界魔术冠军赛。遗憾的是，三次比赛中他都与冠军仅仅一步之遥。2009年，他还会来到中国，再次参加2009北京世界魔术冠军赛，再次向冠军发起冲击。我们也预祝他如愿以偿。这些杯子可不平常，我们看看，很不平常，它们是有魔力的。想想你什么时候在魔术道具店里看到过这样的杯子？这不是一般的杯子。看，这个杯子可以穿过来。嘿嘿，这个杯子可以，任何两个都可以穿过去。小球也可以穿过去。我给你们表演一下。我把一个小球放在两个杯子中间，就这样，在这儿，小球掉下来了，这叫重力。如果我把它放在下面，这样它上来了。如果我这样摆，看这个小球，它会穿过去。走，看它穿过去了，它掉在桌子下面。看，小球这样也能穿过去。我再做一遍，但不是从上面，是从旁边穿。看，从旁边穿过去，看，两个。再来看这边，即使你们没有让我做，看，有三个。一、二、三。我再做一遍，然后我有个问题，你来回答。哦，你叫什么名字？李豪。好，我会问你问题的。第一个放在这儿，第二个放在这儿，第三个放我兜里。一、二、三，这里面有几个？后三个，我再做一遍。我把三个都放兜里，这里有几个？一个大的。哦，等一下，如果这样，你们看，大球也穿过去了。这个想法不错，等一下，还有更精彩的。你看，这不可能，我不可能把这个球放在杯子里，也不可能放在这个杯子里，为什么呢？他们根本就不是杯子，这是钢块，这个也是。接着，这很重，小心点儿。接着啊，检查一下。请你转动一下，试着打开。你打不开吧？他们确实是钢块，你试试它有多重。谢谢，很重。这里是两个钢块，我骗了你们。我还说是杯子和小球，应该是钢块和小球，可是还有杯子。一、二、三，这才是杯子和小球。好的，哎，等等等等，我又撒谎了。小球放不进这个杯子里，这个也放不下，这个也是，这个也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为什么？这个也是钢块，这就是我的表演。谢谢。I will be in Beijing. I'm very excited to come back to China and to perform. FISM is one of my favorite competitions, if not my favorite competition in the world. And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it was coming to China, I jumped up and down like a schoolboy. I'm very excited for it to be here. I'm going to try a different category in the competition. I'm going to compete in the card competition. And I just want to bring my wife and my daughter for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to China 3 times now and had amazing experiences. But now I have an 8-year-old daughter and my wife, and I'd like them to experience the magic of the community here. So we'll come and stay for the convention 1 week, and then maybe stay for another week afterwards to explore more of the... sorry.Explore more of the city, so it should be fun. 乌克兰魔术师乌莱德的表演与很多魔术师都不一样，他是用脚来表演魔术，所以节目的名字就叫做《魔幻双足》。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奥秘呢？我们一同来看一下。